家好，我是姑妈，欢迎你们来到姑妈时间。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一道菜是马来风光。以前我们住在乌明岛，没有什么好东西吃，你像爸爸也没有去买菜，我们几兄弟姐妹，我们就这样池塘里面采的这些硬菜，我们就这样炒一大堆，哇，就很开胃了，就很好吃饭了。介绍这一道菜给各位，是说现在我们住在都市，我们不懂以前我们住在甘榜那些朴素的生活，感受一下田野的生活。